第六拜，一心观理，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，菩萨弟子，声闻天人，寿命悉皆无量，国土名字都胜十方，无衰无变，建立常然，殊胜稀有，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一心观理，寿命无量，光明无量。极乐世界教主，寿命是无量的，所以是无量寿佛。放的光明也是无量啊。下面还要讲无量光、无等光、无对光、无碍光十二个称号。光明也无量啊，而且不但佛是如此，国中所有的这些菩萨弟子，所有的声闻天人，这个声闻天人是指着往生的人。我们说凡圣同居土，你实际还并没有断惑，你见思惑还有，是佛接引而往生的，还是凡夫。虽然你是凡夫，可是你不再退了，所以最不可思议就在这儿。因此从他断惑的水平，他还是天人人，还有的人他只是断了见思惑，还有尘沙惑，还有无明惑，所以他的程度只相当于声闻，这个称为声闻。如果他仅仅是发的小圣心，根本不能往生，因此我们就超过了阿罗汉。大家要知道，这个事情就不是一个小的事情。阿罗汉已经不闻他方佛名，也发不起要广度众生的心呢，他只是般涅槃自了了，我了了，我清净了，我再也没有烦恼了，他就大功告成了。这个确实也很不容易，他无我了，没有我了，所以叫人无我。他般涅槃了，他真是没有烦恼了，但是尘沙惑、无明惑都没破呀。这一种无穷无尽，时间空间都无尽的，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，永远没有休止的，都让他们得到一切彻底的利益。这样一个宏大的心胸，阿罗汉没有发起来吗？所以佛批评他们是骄牙败种。所以我们现在发心要超过阿罗汉就在这儿，不是只求自己了脱解脱。这种声闻就是说，他这个断惑的水平达到跟声闻平等，但是都是发了大圣心。如果不发大圣心，只是声闻，不能成就升到极乐世界。所以极乐世界是一佛圣，都是大圣发心，都是要成佛的。
寿命细皆无量。国土、名字都胜十方。这个国土的庄严种种超过十方。这个国家的名字到处闻名也超过十方。我们要数他方佛国，我们数不出几个来呀，是不是啊？大家知道极乐世界的人很多，我们都是佛教徒。我这个总是年岁很多了，你要叫我背一背，知道还有些什么佛国，我也背不出几个来吗？是不是啊？念公讲到此处，惨然而笑。这个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名字它胜十方，大家容易记得，到处都有人在说，经上都在介绍。无衰无变呢，这个世界它没有在那衰退衰变，没有变化。将来咱们这个整个世界就要大爆炸的，决定要毁灭的。所以将来说的那个火灾风灾，把天都要烧光，实际是个什么？实际就是一个整个的，或者是银河，或者是什么，一个大的核爆炸，互相触发，就全部核爆炸了。因此，所谓那个火灾，就是热波；所谓那个风灾，就是压力波。这一切都逃不过，所以这个一切世界现在是有，现在天文学已经证明有的世界已经是在新生，从这个微尘中又在那儿聚会，要形成世界。有的世界已经衰老了，就要退出历史舞台，所以那个白矮星就是最后的能量在那儿爆发，最后它就要不行了，整个的毁灭。所以现在天文的理论就是一个大爆炸的理论。怎么出现的？就是一个大爆炸的产物。那过去当然有世界才会出现一个大爆炸，大爆炸之后这些微尘又聚会，就是成、住、坏、空。成了之后就存在是住，住了之后要坏，坏了之后变成空，爆炸就空了，空了之后又成，循环不已，都是在循环。而这种学说科学也承认了，但极乐世界无衰无变，因为它不是我们这种微尘所成的世界。研究上讲，咱们是微尘所成的世界，他那儿不是微尘所成的世界，所以他无衰无变，建立常然。我就说，到了这个世界，才是真正的保险呢。殊胜稀有，阿弥陀佛，非常殊胜，非常稀有，阿弥陀佛。
Phật. Nam mô A Di Đ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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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hật.